歡迎大家繼續收睇我嘅頻道，喜歡嘅話可以幫我免費訂閱啦、俾 like 啦、share 啦、留言支持啦，甚至加入成為我哋嘅會員噶。咁個頻道裏邊咧，今日都叫做呼應翻個題目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啲嘅替代嘅方案或者代替嘅方案啦嚇。咁其實咧就呼應翻我頻道自己本身嘅呢個原意，咁就係咧就係想介紹啲手錶咧，未必係最當炒或者咧就最熱門哦。而家呢只咧150萬、200萬嚇，就快啲買啦嚇。之類嘅嘢，又或者咧介紹一啲即係我自己都唔會買，睇嘅觀眾未必唔好話有冇能力買啦嚇，未捨得買嘅一啲嘅手錶啦，譬如 Nautilus 六面300萬嚇，某啲嘅 Richard Mille 咁幾多錢幾多錢嚇等等，咁就我又未必會講嗰啲錶。咁有時咧就捐窿捐啊，揾一啲咧差唔多樣或者咧就甚至樣更好嘅嘢，價錢咧平一大截嘅滄海遺珠尋寶遊戲，咁你可以 name it 啦嚇，咁就係我想做嘅嘢啊。因此咧就有陣時啲錶咧就未必係最當炒。咁譬如今日講呢只錶咧，其實已經有20年嘅歷史啦出咗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呢只錶咧就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好嘅15202嘅 sort of 嘅替代方案嚟啊。咁啊，周哥講下點解？咁 AP Royal Oak 嘅 Offshore 啦，呢一隻嘅 Triple Calendar 啦嚇，咁就有星期、月份、日曆、小秒針，應有盡有噶啦。咁一隻好靚嘅傳統嘅 Offshore 嘅格仔面啦，咁就深藍色嘅錶面，型號25807ST， 大細咧就相當之過癮啦，要講下先啦。咁就38.5mm， 嗱呢一隻嘅大細咧，10年前咧遭世人所唾棄，因為咧10年前咧38.5mm 咧係一種原罪啊，直情係先嚟嘅啦，去到個地步嚇，即係係一種罪行嚟嘅。咁啊 ，offshore 422咧都要嚴細，其實 offshore 422咧好鬼大隻嘅，實際戴上手咧46-47咁大啊，即係呢一隻嘅 offshore 38.5咧，其實戴上手咧有40咁大啊，咁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嗰個年代一定要戴嚇。咁啊，連 Royal Oak傳統39mm 稱為 Jumbo 噶啦嘛，已經嚇唔夠大，出41嚇咁啊，先至滿足到大家嘅大胃口啊。咁但係咧就而家睇翻，當然係覺得即係一場空啦嚇，虛空嚟嘅。咁其實呢只錶咧好大隻噶啦，已經38.5mm 嘅大細啦，甩條甩已經去到48.9啦。但係咧當日就哇咁細只噶，女仔錶嚟噶，38.9唔 OK 嚇。咁但係其實即係15202本身都係39嘅啫嚇，咁即係我又唔明點解會係38.5會係女仔錶。咁加上咧比較厚啲啦，咁同埋 Royal Oak Offshore 始終咧，你見有啲膠嘅位置喺呢部位啊嚇等等啦，咁啊做到厚少少啦，啲位咧就做到圓潤啲咧，成隻錶其實運動感咧係強過 Royal Oak 嘅。咁當年咧10多年前咧就係人都要 Offshore 嘅 ，Royal Oak 咧就少啲人要嘅，甚至係可以講係冇人要啊。嗰、那個年代仲記得，即係好中意嗰啲咩 Volcano 啊、大黃蜂啊一堆嗰啲嘅 offshore 咧，哇！整條膠帶42mm 咧，先至係潮人嚇、啊。或者嗰啲即係 offshore 嘅 diver 又黑色啊、白色啊，又Tiffany blue 啊等等，又青色啊等等咧，哇！即係42mm 嫌細啊，有冇大啲啊等等嚇、啊。當時嗰啲39mm 嘅 Royal Oak 咧，冇人要嘅嚇，9萬、10萬大把。咁但係咧時勢亦突然之間咧又中意翻啲細啲嘅錶，當時咧覺得啊 Royal Oak 咁 jazz 價咁老土㗎嚇，梗係 offshore 先至好啦。而家唔係喎 ，offshore 咧就好似冇人要咁樣，咁令到咧就 Royal Oak 咧就直情係黐咗線，即係黐線到唔能夠再黐線。啲價錢咧其實我都好耐冇去緊貼得好勁啊，當然大概幾多錢我都知啦。咁但係今日再上。舉例 Conno 24睇一睇啦 ，Conno 24睇睇，大概誒而家15202幾錢嘅咧？39mm， 哇！原來咧即係白面黑面都要40-50萬。如果你想揾只咁樣藍面咧，咁佢嗰只藍面有少少唔同嗰只藍啊，但係都叫藍面咧。最平嗰只已經65萬嘅叫到，即係嚇死人嚇！即係我唔知道自己有冇眼花添啊！咁但係咧，事實上就係咁爭咁遠啦。咁但係你將貨比貨，呢只 offshore 38.5，嗰只39。呢只咁多功能，嗰只咁樣即係普通啲嘅三針款嚇，咁爭0.5mm 至1mm 嘅啫喎，咁但係呢只10多萬嘅啫喎，二手仲係嚇，咁嗰只藍面60幾萬，或者你哦我白面 OK 嘅啦，我咁就都要40-50萬，爭咁遠咧嚇，咁就唔係呢只即係
冇升啊，呢只都升咗好多噶啦。以前呢只幾萬蚊，係嗰只黐咗線啫嚇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唔係喎，我係要追1502噶啦，即係經典啊、Jumbo 啊，又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嘅，下一集可以講下嚇。咁但係有冇需要俾到咁多倍價錢咧？咁就各人有各人嘅喜好啦。當然，咁嗰只咧就越炒越有啦，可能會嚇。咁但係其實呢只錶一隻咁靚嘅手錶，都絕對可以咧係一個嘅代替品嚟嘅。咁呢只錶咧，其實戴上手嘅大細咧，大概等於一隻咧舊裝嘅勞力士十 Marion 1610咁上下大啦，甚至大少少嚇。咁啊，整體啊非常之好啊！而家唔興咁大隻錶咧，就呢38.5、39咧就 fit 曬噶啦，全鋼嘅造型啦，咁啊非常之靚嘅帶啦、圈啦嚇，咁就螺絲啦嚇、marker 啦、針啦、白金所製作嘅呢啲部位啦，其餘部分當然係鋼啦。嘅呢一隻嘅手錶，咁就如果你嫌42 offshore 太大隻，即係個 lock to lock 好大好鋼手，想揾只細只啲嘅 wall oak 或者 wall offshore 咧，咁呢一隻咧其實係一個絕佳嘅選擇，因為其實wall oak 而家好鬼貴啦嚇，咁本100多萬都買唔到噶啦。咁啊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呢一隻係一隻相當之唔錯嘅選擇。咁當然你可以買啲即係37mm 嘅 wall oak 嘅啦，咁但係嗰只咧就有啲朋友可能會嫌37細啲，咁38.5可能適合啲。咁但係唔緊要啊，呢個都係自己即係喜歡嘅 size 或者外形嘅啫。咁呢一隻咧就比較 sporty 啲嘅。咁好簡單，100多萬，大家會買啲乜嘢咧？大家有自己的選擇，有些朋友可能話唔係，寧願買隻六圈六面勞力士嘅鋼嘅可以啦嚇，買隻百事 GMT 珠帶嘅嚇，新裝啲嘅100多萬 OK 啦嚇 ，Batman 都10多萬啦，係咪 OK？ 咁但係咧100多萬價錢，仲可以買到一隻男裝嘅八角嚇，可以買到啲乜嘢咧？呢一隻2507絕對係抵玩之作。咁今日同大家講一個替代方案。呢一隻嘅 Wall Offshore， 呢一隻嘅 Triple Canada， 90年代至2000年代嘅產物，多謝各位。